係啊，香港而家嘅情形啦，咁呢幾年因為疫情咧，咁都可能會比較差啲咁啊。我知道蘇師傅都係一個地產大亨嚟嘅，咁啊地產方面你都係一個專家啦，你又即係喺近年即係呢幾十年你都投資咗好多，咁啊聽講你嘅身家有幾億嘅喎，咁啊教下我哋啊地產上邊有啲咩小心咧？因為我每一年都睇嘅，追到好貼啊，呢二十年我都追到好緊㗎。是東南水啊、西北山啊，或者行到八運是西北山啊、東南水啊咁樣啊，或者是你講嘅九運是去到北方水啊，就會係比較旺啲啊。呢一啲我都追得非常緊啊，揾到有邊啲地方係，譬如我邊一個區域，你知道我哋喺加州啦，咁啊喺即係美國嘅西邊。咁啊，美國西邊呢邊咁啊，譬如佢呢個西北方有啲地方西北方都有水嘅。有啲地方西南方都有水嘅，譬如好似 LA 咁樣，咁佢又環抱住，咁佢亦都有山，亦都有水咁樣。咁你又成日講喎，我成日都睇你嘅節目，又有啲譬如好似啲山啊，係比較高嘅，咁嗰度啲人就比較係即係比較勇猛啲嚇，比較即係威武啲，而且比較兇狠啲嘅。咁如果嗰度啲山係比較平啊，比較矮啲嘅話咧，咁嗰度嘅人咧就係、是、比較温柔啲嚇，比較温和啲。咁如果係秀山咧，就是、人機啊，即係好似啲人就會比較餓啲啊，揾錢就比較難啲啊。咁如果係山富啊，人就肥，山肥人富。咁所以我成日都睇你呢啲，我都背熟曬。咁有乜嘢可以指導下我哋？譬如好似投資買賣啊，咁樣喺白運同埋九運，我哋要點樣去挑選啊？怎樣小心啲啊？咁樣下一個地運咧，南邊水，南邊水就去到一運，一運就2044到2064。咁南邊水，美國有啲地，因為美國就尖落去噶嘛，咁尖落去嚟講，兩邊譬如 Florida 或者係 LA 嗰啲都見到少少，都唔係叫正，唔係正南啦，係咪？可能係東南或者西南水都有少少水都 OK 嘅。咁大陸就有南邊水啦，南邊水你成個廣東省啊。在呢個廣西一路打落，可能都有南邊水啦，所以又會好翻少少啦。所以180年一個循環，其實有時起有時跌咁解嘅啫。咁啱啱中國之前最衰嘅就係四運三運嗰啲咧，四運因為要旺呢一個四運旺西北水，中國西北邊有水啫，西北係高山嚟噶嘛，所以四運咪好衰咯。咁五運又冇用啦，六運中國都是六運開始慢慢發展，六運頭先講啦嘛，六四到八四啦嘛，咁佢咪嗰段時間就開始慢慢發展佢自己嘅經濟，就發展到而家啦。咁北邊水最簡單就係你哋嘅樓上加拿大就是北邊水啦，加拿大、蘇聯、澳洲或者北歐或者歐洲都有北邊水噶嘛。咁嗰啲地方分分鐘而家你咪話北極可能北冰洋。不再结冰了嘛，长年那你就真的有机会突然间那些地方有得发展咯。因为现在你无论苏联又好加拿大又好，其实北边的地方呢全部是荒芜的地方，完全没有人住的。那分分钟那里原来就有得或者开发，或者有那些是资源开发都不出奇。那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就看看那24到44那20年底会不会突然间。那澳洲呢北边所有个达尔文和那个位置凹下去的北领地那些现在就没什么人的嘛，那看看会不会那里有得发展了。嗰啲鋪位又都係一路，你其實由之前我哋香港社會事件就一路都減租噶啦，咁其實就一路即係香港。如果你話鋪位嘅市場咧，就衰足兩年啦，就2019年中開始衰啦，都唔係而家啦。咁大家啲旺鋪以前都係賣鐘錶、珠寶靠遊客噶嘛，咁自從呢個疫情之後，所有遊客都停曬啦，咁嗰啲鋪位咪全部冇用咯。到而家都係噶。如果你嚟香港，去咗銅鑼灣啊，或者好多旺區咧，你見到咧，全部啲鋪咧，其實落曬閘嘅，一條街分分鐘有10間8間鋪執咗，冇人租嘅。加投資地產，無論你美國或者香港，其實都冇乜價值噶啦。唔係又唔好話啦，其實世界都冇乜價值啊。世界啲資產升到直情冇乜回報噶啦。连我自己香港都不买了，我连买股票都好过买铺。我都跟你即系睇咗你嘅节目啦，又跟咗你学咗好多好多嘢啦。呢即系二十年嚟，咁就你嘅即系喺一个风水入边啦，你有好多你都系你自创嘅，亦都你有自己嘅一套见解，一套哲学喺嗰度。
咁你嘅哲學入面呢，你就係講即係人嘅八字好多都相同，咁啊甚至乎有孖生兄弟啊，甚至乎有好多人喺呢個世界上面都係同樣嘅八字，甚至佢係一模一樣嘅，但係佢嘅命可以係完全唔同，就係因為佢身處嘅地方係唔同，即係譬如同一條八字同一條命，一個就喺香港出生長，一個咧就喺非洲或者一個喺中東咁樣，咁佢嘅得到嘅嘢，即係佢嘅生活啊，佢嘅所有即係出嚟嘅人生都可能係完全唔同嘅。咁佢可能會即係經歷嘅係差唔多，即係話可能佢一個就兩條命都係皇帝命啦，兩個都係有錢嘅。咁但係一個咧喺香港就係非常有錢巨富，咁一個咧就喺非洲可能佢就唔係有錢，可能有好多隻牛，係咪咁嘅意思咧，蘇師傅？唔信啦！你問我就乜鬼都唔信嘅，我成日信咩咧？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咁命同運咧就係你人生嘅軌跡，高低起跌就冇得變嘅。咁風水積德讀書咧就最大影響力。咁风水你唔好諗住喂搵人睇风水叫做风水喎。咁你基础唔同地方唔同国家佢已经系风水啦，系咪？佢呢同一个八字，我成日上堂都有解释㗎啦。我喺一个发达地方出世同一个落后地方出世。咁发达地方嗰个发达可能真系一百几十亿。咁呢个普通落后地方嘅发达可能系有一群羊、一群猪、一群嗰啲宠物动物。咁你其实已经唔同啦，所以同一个八字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已经有很大的分别。那积德就有尽量做到最好了嘛，因为积德不是想着有好报、啊。那你帮人呢，其实帮人于无形，你想着好人有好报，那不是叫积德啦，不是叫做阴德，叫做功德。那读书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读书来讲最快改善环境的办法。所以越落后越贫穷的地方呢，读书就越重要。那反而发达的地方你见到呢，好多人唔读书佢都有好大嘅发展㗎喎、哦。所以读书嚟讲係贫穷地方就非常之重要，提升自己最快嘅办法。所以如果你问我，成日都係信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